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硅谷的中心三大克莱尔市。在硅谷的中心呢，这里落地了一个团队，叫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北美创新创业中心。那北美创新创业中心的鲁金主任支持创新创业团队开发项目带到寻找高科技项目带到国内，寻找这个各种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团队跟人员。那这里呢我们有两个问题哈，你们落地美国的时间大概是有多长时间呢？我们是2009年的9月份在美国做了一些考察，那么重点是在旧金山、洛杉矶和波士顿、纽约几个地方。那么最终呢我们决定要在美国能够站住一个桥头堡，因为这些年我们深圳研究院的发展，其实在科技创新、在投资、在教育等各个方面，包括孵化器，对，都是做了很长足的进步和发展。那么我们也觉得，就是很多我们早期投资的科技企业最后都发展壮大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到美国来，在美国这个高科技的制高点能够更好的和这儿的科技创新的项目和人员能够结合起来，能够一方面帮助他们发展，一方面呢我们呢也能够从中当中呢帮助他们壮大，从中体现出我们的价值。OK， 那现在卢主任我还想问你哈，就是说你们现在落地硅谷以后，你在寻找创新创业团队跟创新人员的时候，技术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哪些侧重点，比如说哪些项目是你们比较侧重的，或者是国内比较感兴趣希望能够带回去的？从我们自身研究院的发展来说，我们有四个研究所，那么集中在信息领域，那么生物医药新材料，能源与环保，以及那个就是在装备制造，就是在这个方面，那么目前也还在发展到金融的一些领域，所以我们看的项目可能和这些也有一定的关联性。这样的话呢，我们自己的研究所十几个实验室呢，可以和我们所引进的项目企业能够做一些对接，这样一方面呢，从我们研究来说的成果可以跟企业能够结合起来。对，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跟在各个地方都有一些孵化器，和当地的一些政府和企业有很深的联系。以我们教育培训为例，我们这十年来培养的企业家和各种高管呢已经有30000多人，所以他们的企业和我们的这个实验室也有很多密切结合。所以我们希望从海外引进创新的团队，也能够将来落户以后跟我们的园区、跟我们所有的这些企业能够大家相互结合起来，实际上是能够帮助他们更快更好的发展。那这些年可能在转型过程中，你们带回去的项目有哪些具体的项目在广东落地了以后产生了哪一些效益跟变化，对这个整个生态环境、对社会环境有哪些改变？我在来美国之前，实际上我在深圳生活工作了20年，可以说是看着深圳在逐步发展起来的。因为深圳的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它在香港附近，那么第二个呢，它是全国来支持的，因为本身它所有的人员大部分都从国内的各个地方过来的，所以它的很多文化理念方面它是比较能够融合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实质上在自主创新实际上最早就做得非常好的。其实咱们国家很多有名的企业，像包括中兴、华为，对吧，或者以前很多上市的公司，那么深圳都是成长起来的。那么这些年呢，就是深圳也有孔雀计划来资助那个海外主动创新的团队，那么我们研究院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吸引一些像在材料方面的、在激光这个器件方面的，对很多的这个团队落户在深圳，实际上对当地的一些产业都有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些年我们在各个领域结合着我们自己的研究方向，都跟当地的企业做了很多的结合，包括深圳周边地区的一些企业。所以那现在你们从广东、从珠三角再往北移动，跟长三角联系起来，所以你们现在第一个落地的，或者是说落地的城市，不能说第一个落地的城市，是跟无锡在合作。那无锡这一次你们把他们引领到硅谷来，在硅谷给他们安排了一些怎么样的一些活动，让他们拓展这个在硅谷的一些事业，怎么样跟哪一些企业、哪一些创新创业团队、哪一些项目将会有怎么样的连接呢？我想的话呢，无锡呢在吸引海外团队方面是做的比较早的，最早他们提出的530计划，实际上现在是各个地方政府是一个参照的一个这个起点吧，就是说怎么样来
帮助海外的团队来适应国内的环境，适应国内的政策，那么帮助他们能够 来发展壮大。所以很多政策的蓝本都是从无锡的530来发展起来的。那么我们在无锡呢，尤其是在惠山区，是吧，我们在那的数字信息产业园也是就是建立了有差不多有300万平方尺的平方英尺的这样的孵化器。所以我们在那有新技术的研究所，我们有创投和基金，对，那么也有那个教育学院。这样的话呢，对我们从海外引进的团队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支持。在来美国之前，我一年去了11次无锡，实际上就为了我们在那建产业化的基地。那么可以感受到特别深的就是在当地的政府人员，他们有一个口号，就说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证。所以其实在国内的很多跟这种科技创新啊，跟这种成果发展的话呢，这些政府官员其实他们的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那包括他们到海外来宣传他们的政策，来跟这儿的一些企业对接，跟这儿的一些项目人员的对接，其实也都是就是时差都来不及到，就要投入到工作，还就说，而且是他们会到不同的地方来跟各个地方来结合，所以他们也是很辛苦的，所以也是很辛苦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国内你会感受到整个无论从政府从企业这种发展的动力，以及他们这种工作的热情，有的时候是可能跟发达国家这个两个的反差是比较大，所以这些年中国的发展能够这么快能够脱颖而出。非常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们做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在国内呢已经做过有多年，而且是聚焦于无线通讯领域的一些研究。比如说这个，在一些流量比较大的这个流动场所，那么哪些人来过？如果说事后像波士顿这种情况发生了爆炸，对，那么用手机引爆的这炸弹案，在不影响这个居民正常生活的前提下，怎么样能把这个隐患给它排除掉，及时排除掉，那这就需要怎么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对，那我们这个研究的这些研究的成果呢，就能够很好的帮助警察来发现问题，预防问题，预防这种不良案件的发生。回去比较厚实，在国内。那么这里边大概有30%是做创投，做对，很多是做创投的，做创投。对。那么很多这儿回去的比较有名的，像邓峰啊，什么陈大同那些这样创投界比较有名，都是从这儿往回走。那么你是一套班子对这么多灾情？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主要搭个平台，搭个平台呢，很多这个。这硅谷的人，硅谷的这个人才啊，不是，我就问他这个运作，他自己是一套班子，然后这么多牌子，这么多背景，是不是啊？对，我们是一套班子。对。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每年的话，大概会组织大概有100-200个人回去学习、考察、交流。那么当然在这儿也做一些推介的活动。对。考察活动呢，这个100多个对人次吧，陆陆续续看一看。在此呢，我仅代表无锡市人民政府，向出席今天推介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关心和支持无锡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那么我们这一次活动啊，得到了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大力支持，在此呢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这个无锡呢，地处中国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的几何中心，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自然环境优美，经济繁荣发达。那么我们是中国吴文化的发源地，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乡镇企业的发源地，素有呢太湖明珠的美誉。科技创意创业的示范区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东方硅谷，所以我们这次到硅谷来，我们要学习硅谷的
和发展理念，学习硅谷的先进技术，学习硅谷的现代的一些这个创新的一些机制。那么我们的中方硅谷的目标是叫科技创新创业人才高度集聚，科研成果更发有利，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体制机制充满活力的中方硅谷。那么进一步健全完善以530计划、千人计划为核心的人才政策体系，集聚了一大批海内外高层次科技创新创业人才。而我们也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莱西设立研究院，我们热诚地欢迎来更多的海外留学人员带着新技术、新成果、新创意来无锡发展事业。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各方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更优惠的政策、更优质的服务和更优美的环境，努力实现硅谷人才资源优势与无锡创新创业环境优势的更好的结合，加快呢把无锡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硅谷，共同谱写中国梦的无锡篇章。最后呢，再次的感谢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这个莅临今天的推介会，真诚的欢迎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到无锡去考察、去体验。我相信无锡一定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后，衷心的祝愿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国以财力，也以财心。2006年，无锡在全国率先以开放的人才理念。项目落户后，我们将积极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环氛围，为企业产业化提供全方位的配套。企业初创期，我们提供100到500万的无偿启动资金，3年免租，不少于1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和住房公寓，与省部科研机构共建机电、生物、机量、IC 4大公共检测平台，向东方硅谷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创业初期企业提供最优惠的检测服务，遴选成功企业，加为企业提供创业导师帮助服务。企业成长期，我们每年组织一批创业者赴境外进行创业综合能力提升培训，各类科技项目优先支持，并邀请著名的投资咨询机构对企业进行科学规划、产品策划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企业享受风险补偿资金、贷款和贷款提现、政府种子资金跟投等政策的扶持。企业扩张期，在设立研发机构、申报高新企业、上市后备、贷款提现等方面优先扶持。女士们、先生们，无锡是一座充满温情和活力的城市，我们热诚地欢迎各位海内外游子续带项目、资金、技术和成果来无锡转化和产业化，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未来，让先进的科技成果在无锡更好地造福社会、造福人类。